大家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新娘？在我走进婚姻殿堂之前呢，我想解释一下，这两个新娘，一个是我自由恋爱的女人，一个是我母亲安排的妻子。其实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，我认为爱情就意味着自由恋爱，包办婚姻呢，就是坟墓。 所以我在我的订婚仪式上，选择了我自由恋爱的女人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我错了。我选择了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，那个女人就是。 轩露露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还记得这条项链吗？ 当不老板告诉我真相，我才知道错怪了一个人，刘思思。陆景啊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，这一定是陆思思陷害我。你不用再狡辩了，我不会接受一个只有外表美丽、内心肮脏的人。 霸道的瑕疵，但是她内心是无瑕的。思思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妈，请您原谅，我没有听从您的意见，是因为我太年轻了。 我没有看清她真正的面目。我宣布，卢思思小姐将成为我的合法妻子。你不要那儿子了吗？ 彻底破碎了。如今的他名誉扫地，他没想到事情远远没有结束，被欺骗的金浩，并没有就此罢手。